在这岁末的时分，感谢魏老师于百忙之中来到台中，跟学员义工们分享高级班的课程。感谢老师，是你教给我们这么珍贵的功法。感谢老师，是你让我们懂得人间的大爱。感恩你，我们敬爱的老师。玫瑰奉献给爱情，我要怎么奉献给你，我的老师。学习长生学，让我们更珍自己跟家人的健康，更懂得付出比接受更有福的大。你辛苦了，我们感恩你。所有的义工，你们也辛苦了，感恩你们。
醒来灌溉一群群山坡爱台中长生学无私奉献的所有义工伙伴们，因为有你，我们的团队显得更加的温馨，因为有你，我们的团队显得更为和谐。谢谢，谢谢您。